可能因為我以前接觸過碟仙呢樣嘢，所以我同靈界有少少嘅 connection， 但係幸運地我唔係見到佢哋嘅，我會容易啲感受到佢哋嘅存在，同埋會聽到佢哋講嘢。咁有一次，其中一個朋友仔咧就玩玩下咧，終於就發生咗一啲小意外。咁玩到打上堂鐘啦，個同學仔就驚，因為老師入緊嚟，咁佢就即刻縮咗手。去到第二日由翻學，我哋一見到佢一刻，已經話嗌極佢都唔應我哋，發現佢係目光呆滯啦，唔認人啦，塊面係比較白嘅，即青啲嘅塊面，而佢瞳孔裡面咧係有一點嘅綠光。咁我哋就知道，應該是出了事了。去到最後就要做翻場簡單的法事啦，要燒翻啲祭品啦，然後去令到個靈界朋友原諒佢咯。咁自此之後就知道，非必要的情況下就盡量唔好同靈界嘅朋友有任何嘅接觸啦，因為始終唔知道佢幾時會嬲，或者佢哋會唔會去傷害我哋咯。凡人的